下乡的参考在新义乡的部落是特别明显，尤其是英语的学习资源不足，和学生囡仔来降低学习的兴趣。英语的能力比起都市学生是差真多。新乡国小为着要和学生树立的英语的能力，校长王胜辉特别争取南投县内的胡润社的关注，并且外国老师利用网络要来进行英语的关顾力教学，和部落的学生会当直接跟外国老师来练习讲英语。为着感谢各胡伦社的爱心关注，新乡国小小朋友特别献上今年得到第一位原住民布隆族歌谣表演，所有胡伦社的代表拢看甲真感动。为了帮助偏乡学校会当缩短教育上的城乡差距，南投县内多间胡伦社知影新乡国小希望提升部落学童在英语上的学习资源，特别汇集大家的力量来关注新乡国小会当开办英语关系教学课程。最主要是我们胡伦社36年地区南投分区做一个偏乡的英文的教学、远距离的教学一个见证活动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活动，能给这边的小朋友的英文上能够给他们一个窗口，然后一个口对口的进步，一年捐赠10万块钱，然后是由这边的这10万块钱就是完全聘请师资。新乡国小会当聘请外国老师，透过网络视讯，甲新乡国小学童一对一来做实际英语对谈，和学生一边练打也来习惯讲英语。虽然这是一个视讯的课程，但是透过外师的一个教学，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跟国际的语言去做接轨，今天也特别谢谢国际福伦社有这么多的社员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我相信未来对新乡的孩子来说是他在学习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持续我们至少会有一个学期的一个计划在执行，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让小朋友在学习上获得更多。在偏乡和偏乡针对英文这个部分，真的是相对跟其他地方真的是差太多了。像我的孩子也是，那个是我的孩子，那个英文特别不好，所以我一个礼拜，3天冲到水里，1、3、5要去送，所以就是为了要加强他的英文部分。为了社会资源关注，偏乡国小学童会当学习英语，加上学校积极利用网络的无时间地点的限制特性，聘请外国老师来视讯上课，这款的用心良苦，也希望有更加多社会团体会当多多来支持。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